来看蔡子良改良的塑胶木材，不论是触感或是外观，跟真正木材没两样，也兼具防火、防潮、抗虫蛀。拿过来，对，拿过来。抛光的木条跟没抛光的放在一起，分得出哪个才是真木材吗？真的，这个也是真木头，哪有啊？假的比真的还像木材，连特有的粗纤维也即可乱真，这是最新的环保塑胶木材。3秒钟就一棵大树就不见了，我现在这一支要8分钟，8分钟才种得出来。它这个是冷却，因为它出来之后它会膨胀嘛，木头它里面有气泡。塑胶木材防火、防潮、防虫蛀，圆的、方的，任何形状，有模具就做得出来，用在建材或家具上，美观实用，经济环保。我这个我没有去申请专利，对，主要就这些树林。对，如果说我8分钟才能种一颗小木头，那如果有1000家来做，那我们要做这个树木，就来得及了。以树代树，减少树木被砍伐，造成生态浩劫。一人的力量救不了地球，需要大家凝聚共识。大爱新闻庄廷涵、陈立伟，台南报道。